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稳定音响 YouTube 频道，我是 Eason。 那这个从2021年的 Audiology 设计就发表了一则新闻，他们要推出全新的综合扩大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i50 终于到货了。我们今天是要做安装的管子的一些示范。那在安装这个管子到主机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里面的配件。本身呢有附一支原厂的铝合金车制的这个遥控器，还有保险丝内部的电路的保险丝，那三支的小的讯号的整流管6922的整流管，还有我们的功放管，也就是我们的6550的功率放大管总共有四支。那整流管的部分有三支，那还附一支很小的这个钻饰给大家看一下，掉下去这个调整杆，我给大家看一看。那这一根调根杆是在做什么用的？这个最主要是在调整它的偏压的部分，我们需要一个调整杆。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废话也不多说，我们赶快把这个管子把它安装上去。那今天我们是跟大家示范要怎么把真空管把它安装上去。那刚刚我们有介绍它的配件盒里面的一些内容物，你可以看到其实它原厂这个盒子来当中，它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功放管的部分，而且它这边会有明显的标示，它会给你标示V1， 就是简称就防呆装置啦。那这个防呆装置可以让我们不会插错，而且它的口后面的真空管底座的这个脚点，它其实有一个缺口，有一个圆形的缺口，中间有一个凸点，大家在这个镜头这边可以看到。这些接点的部分，你在插上去的时候，其实它有那个圆形的缺口，会先刚好顶到，刚好是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你才能够插得下去。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我是绕过来，刚刚如果说你没有对准那个圆形的缺口的时候，凸点的缺口你是插不进去。那原厂这边呢就有提供这个管子的编号以及标示它要插在哪一个位置。那像这样一个厂商，这些出厂之前他们这些管子本身都有做这样配对的一个功能。那一般用家如果在管真空管的时候，其实管子，你可能找到同样一个规格的，比如说 i50 所用的是6550，但是你6550，你可能找了两支特性不一样的品牌来接上，我们的管机，虽然都能够听到声音，不过最好还是用配对的方式，来使用，那才不会说，左边的声道或右边的声道听起来，左边比较大声，右边比较小声，或是使用不同品牌的管子，它的那个特性不太一样，所以声音的质感左右也不平衡。这也是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在管子的挑选上，那既然你已经购买了这个我们的 Audio Research i50 这个牌子，那以后在做更换管子的动作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买原厂的管子。那6550它是一个放大管，放大管的部分我们根据它的编号，然后我们一一把它接上去。其实真空管的设计有分为单端跟推管的，看到这边它是四根管子，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它这个是采用这种推管式的设计。那推管式的设计就是右边的这两颗它负责右边的声道，那左边这两颗是负责左边的声道，那左右两个声道就是用一个上坡跟下坡去组合成放大一个声道，也就是推管的方式，就一个负责上半坡，一个负责下半坡。那在中间的部分呢，它有三个整流管，那整流管的部分它这边有跟我标示，它中间一样，它的小管子是采用的是6922，那6922这边呢，它有，很多的小小的接点，2、4、6，有九个接点，那它一样会有一个缺口，小缺口。那它的脚位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真空管的底座那边的孔位，它是刚好是对准跟我们这个孔位的脚位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小心的，把它放下去。那你放下，你把它吃上去的时候，不要，很大力，你要左右稍微轻轻的往下压一下。那中间这一个细胶环呢，通常，他们是怕那种麦克风效应，所以他们才会增加这种细胶环。这边只有附一个细胶环，我也不知道，有可能他觉得中间这一颗
装起来对声音的改善最大嘛，有时候全部装也不见得说声音会比较好，那这个完全是看原厂他们在声音的调教的部分会去做一些跟动嘛，哦，那一样放下去的时候也是轻轻的慢摇。那我是比较建议是戴个手套啦，因为你用手的话会有流手汗，会摸一些碱性或酸性的东西，哦，那去 touch 到这个脚位的话也比较容易，哦，产生氧化，哦，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戴个手套来装这样子，好，把对准这个缺口，好，小心的把它装上去，好，那千万不要插错边了。其实它这个也有说防呆的作用了，也不能够硬插。那它这个脚座它是有点陷进去的，所以我们的真空管它是有点好像是下潜在这个整个平面上面，所以有点些你看不到它那个脚位，那我们就把它接好。好，接好之后我们就稍微把它压一下，看有没有确实的接好这样子。那我们刚刚介绍是安装的部分，那如果你要更换管子的话，不论是小讯号管6922的部分或是650的功放管的部分，那我们要拿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地方我要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你在拔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硬抽，哦，不要这样硬抽。我可以建议大家要怎么样拔，你可以这样子稍微这样子绕一下，绕一个小圆圈，然后往上抽，然后往上抽抽，欸，这样子就能够拔起来。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以免损坏我们的管座。这个管座有时候你拉坏掉可能就是包括它里面，因为管座底下它是有接线的，那这个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在管子的更换的过程当中，包括小讯号管的部分也是一样，你也是这样小小的绕圆圈，这样子不要硬拔，但小小的绕圆圈，然后往上抽的力道抽，然后让它能够，哎，它就抽起来了，就这样子。OK， 那以上是我们在这个部分，在拔管跟换管子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那 I50 呢，它比较特别，它这两个并不是管子，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设计，它开机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数字来显示我现在是到底是多少音量。那它的电源开关用的也是这种 relay 的方式去开启，继电器的方式去开启，不是用传统的那种 power on off 的那种，就是那种接点开关。那包括它的 input 的选择也是采用这种电子式的输入选择，不是采用这种机械式的。还有它的音量音量也不是采用机械式，也是采用这种电子式的。那这种开关旋转起来还蛮顺畅的，非常的舒服，非常流畅，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字在改变，透过这两个前面的圆管，看似像是小型的真空管，但事实上它里面有藏有很那个 LED 的数字告诉你现在目前的音量。那还有附一个耳机输出孔，是 6.3 的耳机输出孔。如果说你怕吵到别人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插上你的耳机，享受这样透过真空管的那个，算是说虽然它是一个综合扩大机，但是它也是里面的前级处理方式的时候是采用这种全真空管的方式，所以你听起来就是会有这样的真空管的味道那当然后面端子的部分留待我们下次再逐一的跟大家介绍这一台。那以上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在真空管、讯号管及放大管的安装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